那个，你能不能教哥怎么追女生啊？你说的是铮铮姐吧？我你说干嘛？让你说你就说。这追女生嘛，首先你得。好吃多了，半斤八两吧。来了来了，妈咪，咱们还是点外卖吧。我尝一下啊。Oh no！ 还可以。那什么，我先走了。这么难吃吗？都拍这么半天了，我看一下。要不再拍两张？给我。哥们儿，咱俩商量个事儿呗。你说，今晚咱俩换个房间。你休想！就你那点小心的。我是你爸。我可喊了啊！我跟你说，妈妈今天心情可不太好哟。商量吧，这样，我送你一套变形金刚手办，外加一台外星人电脑。成交。